第24集，穆卓华此番进京还带了一个侍女，名为郭巨丽。这个名字刘演乍看之下有些熟悉，叫巨丽的姑娘实在是不多见。他稍稍一想，便想到了那日文征楼上看到的一纸对话。当时他并不知道主仆二人的全名，却看到纸上写其中一人称呼对方为巨丽，想来那巨丽口中的小姐便是这穆七小姐穆卓华了。刘眼摩挲着纸上的卓华二字，不期然地想起那夜犯病穆卓华为他医治的情形。小姑娘费了不少劲儿才把他扶上床，他半个身子压在他肩上，闻到了淡淡的桃花香。他知道这是一种酒的气味，叫桃花醉，是定亲女子喜爱的甜酒。定王府里的丫鬟们年节时也会偷偷喝上一壶。他却不知道这廉价的甜酒混合了少女的馨香，竟成了如此清甜的味道。刘眼笑着松开了手，不过是个有趣的小姑娘罢了。书房外响起了直墨的声音。王爷，直墨小姐。刘眼收起了纸。进来。直墨进了书房，关上房门，半跪下了。王爷，属下追查了黄羊散的来源，问遍了所有民间神医和宫廷御医，没有一人听过此药来历。刘眼眉头一皱。有没有查过太医院历年来的药方？查过了，确实没有。直墨见刘眼沉默不语，忍不住开口道：王爷，会不会是穆卓华胡诌的？药方之事难以胡诌。刘眼摇摇头。难不成这药方世上只有他一人知道？直墨不解道。刘眼一笑：想不到最大的线索竟然是自己找上门来的。春色悄悄染上了枝头，推开窗不经意便看到几丝新鲜的青葱嫩绿，让人心情大好。郭巨丽深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展露笑容，这才回过身去拉扯赖床的穆卓华。小姐，你昨晚做贼了吗？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还不起床，再迟就赶不上浮云诗会了。穆卓华懒懒地站起身，仿若无骨地趴在郭巨丽肩上，愁眉苦脸地说：啊，我又不擅长写诗，浮云诗会定然少不了师母沈惊鸿的身影，其他人去了都是自取其辱，还不如让我在家多睡一会儿。浮云诗会据说是城外浮云山每年佛诞日都会举行的诗会，赶考的学子们风度翩翩，流觞曲水，寄情山水与诗词，尽显文人雅兴。但今年有了沈惊鸿这个异类，只怕会有不一样的风景。就为了一睹沈惊鸿的风采，今年出门踏青的人比往年又多了不少，连郭巨丽这个不信鬼神不懂诗词的小丫头都兴致盎然地要去凑热闹。近来沈惊鸿的名声越发响亮了，他的诗词文章传遍定京，一时之间定京纸贵，人人追捧，文人圈里大骂沈惊鸿有才无德，恃才放旷，毫无文人的风度。与他辩论的人无一不是受尽奚落。他的诗词又有蛊惑人心的魔力，一时悲痛欲绝，一时又狂放不羁，一时缠绵悱恻，一时又豁达洒脱，让人又爱又恨，传唱不止。因此便有了这个诗魔的称号。会试尚未开始，这会员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到时候谁若夺了他会员的位子，只怕定京一半人都要闹起来了。郭巨丽虽是小丫鬟，却将穆卓华宠得性子不小，才不理会穆卓华的撒娇，打定了主意是要去浮云诗会的。哎呀，小姐就是诗文不好所以才要去学学嘛，再说了今日可是佛诞日，据说浮云寺很灵的，所有学子这日都要去上香祈求会试高中呢，
穆卓华哈哈一笑，人人都去求，可榜上的人数却是有限的，叫菩萨保佑哪个？这是为难菩萨呢。郭巨立煞有介事地说，自然是保佑最诚心的那个。小姐，我下半辈子可就靠你了，你精神点，别叫菩萨看了生气。这天的天气着实很好，太阳温暖而不刺眼，清风徐来，伴随着早春的芬芳，那清田中裹挟着几缕泥土和青草的气息，满满都是蓬勃的生机。穆卓华和郭巨立走在野花盛开的小路上，这些天来笼罩着自己的阴霾不知不觉被春风和花香都吹散了。两个人追逐打闹着，一路欢声笑语。两人赶到浮云山时，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香火鼎盛，烧香的人挤挤挨挨的，也不知道菩萨能不能听清楚每个人的需求。